options， 这里好 options， 对不对？对。到 preference， 对 ，MIDI sync， 那 MIDI sync 你这里要找到那那个这个东西，你看那个名字了，这个是 LPDA， 哦 ，LPDA， okay. input output。那 once 有了，对，那你可以那个 MIDI map， OK， 给你看那个 MIDI map， MIDI map 是这样，你看那个 MIDI， 那看那个什么都那个这个紫色的 purple、对不对？对， OK， 这个已经 map 对不对？可是什么都放弃，你要 control 了，你 just move the mouse， 是到哪里？比方说，对，你要说放到。这里好不好？这里好。OK， 那就懂了，就懂了，就懂可以了。看我懂了，有了，已经有了，已经有了。OK。哦。对，要跑出来了，已经有了。听到。那看，看看我会。有 ，see。对对对，哦。对。这个是 basic。这个平常的 standard MIDI mapping 的、不是都是这个，什么都是这样子的。我不懂了，要先按这个 MIDI。按那个 MIDI， 那个全部这个 purple area， 你可以 MIDI map。你 move the mouse 到那边的，什么那个 knob 你要了，就了那个 map 跑出来的。我懂了，我懂了。